大家好，我是铁人药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来介绍那个挂包跟猪血汤。包里面有肉啊，有酸菜，有香菜，有花生粉。然后我试看看，铁人药试看看好不好吃。还有猪蹄吧。甜甜香香的，有那个有猪肉的味道，我觉得好吃。那皮薄薄的，然后皮软软的，香香的这样，辣辣的，然后酸菜又炒辣椒。啊，这个酒汤粿那个哦，嗯，酒汤粿，那肉像小碎肉啊，生生啊，夹在生生啊，那吃瓜包一定会掉的，显然不然掉满地了。然后那油入口即化，蛮弹牙。差不多吃五口就没了，不用五分钟，一下就结束了。对啊，来介绍这个猪血汤，不是炖汤，炖汤，炒鸡汤，炒八锅子汤，那香菜啊。还有那个花生，刚下班肚子也是很饿，好东西忘了直播，想吃东西，然后加辣椒，辣辣香香，很弹牙，辣辣的、啊、花生味香香的，那个猪血糕重口味的，无法形容啊！哇，好吃，弹牙弹牙的。快吃完了，那猪血老板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是吧？先咬一下，就掉下来。就是一个挂包，再加一个猪血糕，
哦，超饱。结束吧，你忘了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要是有水灵药还有美食的话，我再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收看。